这一到秋天，这海上都是海浪滔滔呀，滔滔不绝呀。谁扔到这儿一堆辣螺呀，都招苍蝇了。啊，上边还散落了一大堆，都是石螺。我的妈呀，怎么这么多呀？谁不要了？后边一群小孩也来赶海了。鸡屎螺一个。哎呀，少螺那边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哎，这还一个。这狗这家伙。这还一个，好家伙，一下子三个。这大清早就在这干啥呢？这是啊，哎呀，赶海发现千年老沉木。看到没？看到没？寄居蟹在爬。一点一点的，好大的一个蛏子！哦，又被这小丁螺吃了。这小丁螺才是沙滩上最厉害的物种，貌似是什么都不放过。这是一个嘎啦洞，或者是猫眼螺洞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好大一个纹嘎！这石头边上这么乱还不少呢，捡点儿。从来没有给大家做过芝麻螺怎么吃，有时间一定给大家做一期美食，让大家看一遍。镜头可能有点晃了呀，对不住大家。有知道我在哪里捡芝麻螺的吗？有知道的我告诉你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事，大家来赶海的时候，那个叫十八景沙滩嘛，那个地方开始贴罚单了，大家别在那停车了。看人家扒的，咱小点声，我不好意思过去拍的，害羞。好大哥们在踩嘎啦了。看这个踩的真带劲儿，这捡嘎啦捡的就妖娆。听着海浪的声音能让自己的内心安静，还在这爬呢，还在偷偷的爬。吵吵吵吵，见过吵吵吗？我烤了一点声音就跑，耳朵太灵。那还有个不捡了啊，搁着手，嘎着手。给你棒棒两拳。这边地势比那边陡峭一些，我用这个打个水漂吧，这个有点小，也是扔了，看能漂起来吗？没漂起来。一般遇见这种爬行轨迹，不是抠就是抠两头，两头肯定有货。好吧，失误了。这么小的这个贝螃蟹在背着这个贝壳，拿起来仔细给大家看看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力，这是个啥玩意儿？肉蛋子。哇，这个以小博大，小鸡屎螺吃大嘎啦。看看这大肉片子，跟五花肉一样。哇，看这是什么？天哪，这么多人又走过去都没发现这个，运气太好了。收下收下，哎呀，收获海螺一个。这个海里啊，什么海洋垃圾都有吧。收下收下，我就一直搞不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，有知道的吗？麻烦大家告诉我。还有这个，这是啥呀？一戳它还在这动，这是啥东西啊？别往前爬了兄弟，走吧，咱
咱们去锅里玩。这个是在这躺着吹海风呢，是不是？离老远就看见一个大橙子，小橙子是不是？看到橙子，就它的造型。就说实话，这么多单位主播有与大家这么近距离的观察过，这是很神奇的。少有为，让大家清楚的认识到男生过气。哇，好多的小鱼群呀，游来游去的，太疯狂了，密密麻麻的。丰盛吧，这几个搁在这采嘎了，我给它捡一捡。前两天人家弄嘎了一次，弄一桶两桶的。加油啊，哥哥们，使劲啊！哎，我多捡捡。别说啊，这每年就是渤海湾就爱产这玩意儿，但总体来说还是花蛤比较好吃。小鱼儿，小鱼儿，追着吗？镜头追着了，小鱼儿。好多呀！哎，金钱螺，金钱螺，哎呀，金钱螺真的有时候感觉像小金子，山上一个个的。疯狂的泥螺，你瞅瞅，不捡这东西都弄嘎了，弄嘎了有意义吗？毫无意义，一会儿就一大袋子。哎呀哎呀，可怜的，其实螺被螃蟹吃了，我镜头拍晚了，镜头给的晚了，螃蟹也丢了。哎，收下来吧，挺大的。面朝大海，顿生豪迈之感呀！哎呀呀呀！这个是坏来的吧？哇，这俩小螃蟹才隐蔽呢，看多隐蔽！这海鸥在这干啥呢？是海鸥？嘿！这里边有没有寄居蟹啊？还真有嘞，还船底下的一层密密麻麻的藤壶，一大层，小傻瓜蟹，先下破手套带走，捡起来，海洋垃圾就是。这原本是都想上去了，我一看芝麻螺这么多，我还是多捡捡吧，不捡白不捡啊。男人就得勤俭持家过日子。涨潮了，开始。这还有，以前摸它的时候可别扭了。哟，咦，皮呀、啊，这什么皮？这好像不是嘎了的皮，不知道是啥的。我要埋葬他们，我建个小坟冢。好，要下大雨了，看着蜻蜓。这些螃蟹为什么要自己在这儿这样子呀？为什么呀？好好活着不好吗？下雨了，今天是。